安全第一，手机能播音乐本来是好事儿，可以要多多的小心哦。现在呢，每个人大声的说出来，说出来你们人生的目标，你们想要什么？我爱。新手机啊，我这可是全新的手机啊，全新智能音乐手机。最特别的地方呢，它会根据现场的气氛去改变它的音乐。我来试试啊，我老板在我眼中的形象。你在我眼中是最美。小欧，不错，没有。老板，迟到了啊。赶紧的，坐下啊！来，咱们现在准备开会啊！开会前呢，老规矩，鼓舞一下士气。哎，我先来。不错，就是这个味儿。我爱你这个好像不太对吧，新手机还不太适应。到了。现在呢，每个人大声的说出来你们人生的目标，你们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升职加薪。我想要业绩第一。我想要啊。这个目标还自带旋律啊。今天心情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个季度我们公司已经完成了一个小目标，营业收入达到了1亿。这件事情呢非常值得高兴，因为我们经过了艰苦的奋斗。他奇怪了，他那个这个感应怪怪的啊。算了，严肃一点啊。这1亿呢都是大家的奋斗成果，这1亿全都是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谁电话再响，这一年的工资不要再拿，而且开会的时候你们都要看着我。谁呀、啊、老板说几回的开会的事。老板是你的电话。老板一年的工资。老板说话什么时候算数啊？起来了。谁什么？我儿子还出车祸了啊！我的二大爷，我的二大爷！哎，老板，我问你，是不是对我二大爷的死有意见？没，你就说，你给我说出来。我自己来。这什么破手机，这想害我丢工作是吧？想害我丢工作是吧？害我丢工作。破手机，
他死透了，他死透了，死了吧！哎呦呀，哎，终于死了啊，没声音了，你看。你给我等着啊！哎，没，我二大爷没死。我二大爷抢救过来的。哎呀，这开车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啊，开车的时候跟人又搂又抱。哎呦我天，这这么大岁数，我媳妇儿。二大爷跟我媳妇儿。怎么还想给我砸了？我还说我自己来，还说我自己来。死了，肯定死了。你保证？我保证。你看着我的眼睛保证。那个，等一下啊，再一下就好了。死了，也没法爱了。你保证？我保证。那你再看着我的眼睛保证。我看着你的眼睛保证。辞职！这个破手机，什么打打破手机？你让开！妖孽，受死！来，咻咻咻咔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